我们看一下你们是什么分的吗？现在是要早上起下两天，两天。
好，各位观众好。
二楼的同学就掉一楼来了。对，来，他叫你先吃个糕点看看。哎，对，你再高一点，那个楼层好不好 ？OK， 那我们再试着再做一点动作，等让观众在一楼再大叫。好，最后四个弯了哈，最后四个，最后四个要抓到的哈。大家继续了哈。好 ，OK， 那这样的话，二个抱我们要回到二楼，再接下来一个，好，那、啊、你带着大家，你一样带着哈。你要很高兴吗？现在呢，王妈妈呢？小心啊！对对对，不要想太高。好，我们先这样子。OK。是不是会跌死？对，跌死这样子。好，还是要跟小家出去哦。他不能掉楼层哦，他就必须要在各自的楼层。练习一下哈，不能去做高。记得经过中间红色的要稍微上。忘记了哈，不对，好，是大的。好，大的部分的话，这个差不多五千还是七千？好，那请三位慢慢的回到我们前方。轮流可以吗？轮流。等一下，你再回来这个。对，因为他不会永远在这里啊。对。他刚刚已经在黄色，不知道他到黄色。快点，不然我们就不用上课，就在那边一直抢，好不好？就不要开机，可以吗？快点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上课了。快一点才能学习东西，会不会想要学习？想要学新东西，对不对？好，那我们要节省时间，要乖乖上课。那刚刚三位基本上都做得还不错。等等啊，我们来稍微晚一点就知道。那等等，一位一位来。那请三位先下来，这个帮我休息一下，我们坐在黑色的椅子上啊。啊，板子可以不用拖。啊，我们像倒车员一样，慢慢的倒车倒车，然后转向前。那我稍微做一个示范，看我们怎么样练。对，慢慢的倒车，坐在椅子上。
他一下，所以表示什么？等等，我会依序的从黑色胶带的这里出发，或者是黄色胶带的这里出发，走斜对角的方式，可以吗？再看一次哦，换黄色，转角之后呢？哎，等他上来，等他一下，换转一角，超哥，等他一下。上去的时候就稍微站高。
确的回答。刚我们上去的是什么回答？好，检查一下之后再下来。再帮我上去一次。看到我原来的路线回来了，
的这个披萨和这个情侣的这一段记得，我们全都记得比较好。好，这里啊，黄色，好，再到白色，好，再到黄色。都好的，还不错，因为但是三个都有小地方要修正，那都还不错。好，谁最好吧？目前看起来差不多，因为三个人都有一点小问题，没有说谁最厉害。好，啊，你们三个的缺点都改掉了，你们就都应该厉害，可以吗？那等等我要练习的，来，接下来做一次嘛，接下来。等等，我们有一个练习，可以同时修正刚刚提到的你们三个所有的问题。
受到这个节奏。哎，对，你会习惯于他说老师现在说的就是什么类型。所以有时候记得我们家的小家要想办法让三角形是可以实现一样的答案。哎，对，感觉到板子有被推的时候很感情，好，再让他开始。哎，好，可以试着吗？我建议你们，你看我在感受的时候，那边做这个事情，他不能掉下来。都藏在蓝色的圈圈里面了，再帮我改一点蓝色圈圈里面，我们一样做这个练习。可以，很好，慢慢做没有关系的，哎，但是要做正确，很好，慢慢做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新的练习。慢慢做没有关系，但是更多的是什么？
没有关系啊。
现在做的很棒，你们要跟教导什么？好，最后再好好的话，我们就让你们休息一下，大家练习。OK， 大哥黑色胶带，你黄色胶带，你红色胶带，慢慢下来，轻轻啊，一二三。OK， 那今天的话，接下来再这里会有点轻，这里会比较稳，比较稳一那同等的话，我要练习，练习。那你们觉得我们的还原正常，脚好像可以，那现在老师还好，我们画，那你们脚有点硬。现在啊，老师要教你们另外一种滑雪，是扇式呢，去借教我。但是呢，这个你们没有看过，所以说老师先做一遍。啊，你们三兄弟靠集合拿到这个绿色胶带，老师真的会在红黄胶带做一遍。啊，你们能不能讲脚记得是直板，帮我缠在前面，都不要变成脚型。啊，你们可以透过这个镜子，或是直接头转过来站。或者是未来啊，我们滑雪会，因为我们一直用三角形滑雪，就我们大腿、脚脚它会非常重，所以在之后呢，你们如果有继续学的话，会学到一个比较轻松的。那老师现在示范，好，准备了吗？记得脚脚直板，好，来，一二三，回去。好，你看到老师在滑的时候。如果一开始是三角形，但是呢，你看我就把我的脚脚，我接住了我之后呢，把我的脚脚收起来。你看到吗？我的脚脚有一瞬间它是平行，我上去高一点让你们看，那你们透过镜子看，不能回头，只能用镜子看。我会在黑黄胶带之间，你们看到，它会是一个三角形，你知道吗？好，我帮你，这样看得到吗？好 ，OK， 我会在移动的时候呢，把我的脚脚。收成，一起的样子，再打开三角形，收成，一起的样子。你们看到老师这样子也可以左右移动，收成，一起的样子，再打开三角形，收成，一起的样子，可以。那我们现在要去练习这个平行滑雪姿势。好，那三位来看一下我这边，等等啊。从这边过来，那我现在这一侧跟你们说，等等啊，我的左脚帮我踩了一个大板子，所以说我的板子要像这个样子翘起来，左脚的脚脚让你的小喵喵的这一侧的板子是翘起来，所以说我的大拇指往下压，我看三位有没有看到？先压左脚大，那右脚要压什么？来，各位看一下我这边，右脚的话我压小拇指，所以说你的板子会变成像老师的这个。哎，对，那你的板子要帮我动，这样子，这个很像是什么？来，三兄弟看一下我。好，来，二哥你乖一点，你要再教新东西。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越乖的话学的东西越多，乖一点。看一下，再看一下老师这里。所以说这个很像什么？你们觉得很像是我的手，直直的，原本是直直直向前，它现在是斜斜的，直向斜斜的，对不对？然后呢，把我们的脚脚。往旁边压一点，所以就会长这个样子。那我们看三兄弟有没有办法，大家都做到这个事情。所以很像是什么意思呢？我把我的膝盖或是脚往同一个方向去压，它就变这个样子。那我们试着开机慢速，感受一下被推动的感觉。维持这个动作，不要动。来，准备手工慢慢开动。来帮我压着哦，压着。哎，大哥要压着哦，大哥的脚脚压着哦。都三兄弟要这个动作哦。准备了，大哥来，准备了，要开机哦。好了，一二三，开机。OK， 有没有感觉到一样？有吗？对不对？好，那我们换另外一边。我换另外一边，所以说这时候呢，换我的右脚是大，右脚是大拇指，可以吗？可以吗？是你卡住自己了吗？你踩了自己的脚。OK， 你先踩了自己的脚，不要说话。好 ，OK。老师这样退出来，要看你个人怎么样。所以说，现在右脚到了踩在那个大拇指，
左脚帮我踩小鞋子，啊，我们腰先绑到这个刚刚的姿势，看你的脚是怎么，就是要踩。OK， 踩好了之后，手头抓好，向他推动。OK， 好，准备了，一、二、三。有没有感觉到很厉害？好 ，OK， 那我们换另外一边试看看。你踩肚子底了，你看到吗？OK， 大家都是打开三角形在做动作，只有你不是打开三角形，你看到了吗 ？OK， 好，那一样哦。现在的话是什么？左脚大拇指，右脚小拇指。好，那我们感受一下被推动。开始好，来，一、二、三。再换另外一个方向，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最后再来一次，来，一、二、三，开始。好 ，OK， 那等等呢？这个我们最后练习，看能不能在两侧打开三角形之后，然后变成这样。就是做刚刚老师的这个动作，所以说我到两侧的时候，三角形要慢慢打开，然后再做刚刚的大拇指，是这样吗 ？OK， 那一样帮我转向这一侧吧，好，那一样现在是左脚大拇指，右脚小拇指，好，好，准备了哈，来开机哈。当我们手肘抓着栏杆的情况之下呢，先让板子慢慢的往下前面。OK 的时候，让我的右脚下去踩大拇指。对，那这个左脚呢，慢慢去踩小拇指，摆成刚刚的姿势，让膝盖去推动。哎，对，很好。就说，蛮辛苦的，推动推。好 ，OK， 非常好哈。然后到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慢慢的打开你的三角形，变成左脚大拇指，右脚小拇指。可以吗？可以。他觉得板子不好打成三角形的，可以用踩的方式没有关系。我们最后再考验一个姿势哦，好，对，现在换是右脚大拇指，左脚小拇指哦，好。好，他等三 D 一下，他还没过去吗？等他过去吗？好 ，OK， 他等他一下，好 ，OK， 他一样左脚大拇指，右脚小拇指，对。好 ，OK， 那我们再试个最后两趟就好了 ，OK。那现在老师不提醒你们了，看你们自己知不知道要大拇指和小拇指，试看看。OK。好，最后一趟过来，我们都交了机器就要停了吧。OK， 基本上大家都做得蛮好的，所以说我先提示。好 ，OK， 那这样子的话，三位先帮我把脱掉。好嘞，先不要脱掉，先穿回去，先穿回去，先穿回去。好，来，一二三楼啊，一楼，一楼。如果你再问一次，我就让你三楼，可以吗？还是能三楼？不要，好，那不要，好，好，我说哪一边哪一边，还是老师，可以吗？好，来，三楼。好，那待会我觉得慢慢一点没有关系。两位跟着这个，好，他什么时候站起来，你们就什么时候站起来，可以吗？如果他慢慢站起来的话，你就不能比他快站起来。他没有抖一下站起来，你就不能抖一下站起来，可以吗？来，三二一，走。好，哥哥先在黑色等大家，好不好？好，你是大哥吗？好，啊，你帮我到一楼，一楼是红色线哦。哦。二楼是圆圈圈的旁边哦，三楼在后面的白色线后面哦。OK， 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左脚过去，左脚立起来。好，那边。阿豪哥哥，阿尼哥，他没，他站起来了，站起来。好，跟着哥哥哦。不要平行了，他什么时候站起来就什么时候站起来。
有吗？你有吗？没有，对不对？那为什么站起来？站起来说啊，比较好转，很好。啊，站起来的时候，假设箭头向那边会冲过去，对不对？而且如果假设加速的话，会更快，对不对？站起来有什么帮助？哦，比较好回到三角形。哦，三角形可能可以不用改变，可是不会继续撞到右边。刚刚应该是这样子，站起来的时候把箭头抬走。啊，箭头在转过去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很像独家，自己很优雅。那再站起来的时候，就是又不会撞到那里。所以为什么要站起来？站起来是要让自己先往前跑，再转弯，再加速。好，所以刚刚我看你们两个，你们都有站起来哦。不要突然站起来，突然蹲下去，然后医生在这边蹲下，对不对？你到旁边的时候还会再站起来，所以其实不需要用刹车啊，对吧？站起来就开始往下滑，轻轻转弯就可以加速 ，OK 吗？好不好？所以站起来不是为了瞄准中间站起来，是为了让自己没有。你没有滑最好，最后只会叫你站最前面。对啊，因为你滑最好是你。